只有这个方法让大家发奔上了，是为高深。正常一张什么的手大力翻开牛骨一口啊啊，因为昨夜你在狮子林家去走来的满意，正正着一口牛骨，如今张君在，是不是老和尚是高僧？对张僧是莫名依据，老娘谁知啊？究竟门边上向什么地方说？啥子老娘谁知？张总张君在是死的。昨夜你来马内师傅来放了他，我背着你不吃鱼的。我、哦，我这些的张僧来，我昨夜安然出去，根本是这家人来。第二呢，他从这只鱼的时候，不吃鱼的，浮以长颈鹤，有空气奄奄在叫。这个读书人三个字，他个文，真叫百家来寻文。第二呢，好，室内到三门口去等。假使张相公呢，哦，到底通报了，对老身亲自出击，是，哈哈哈。他从妖精一个批评老郑三门口来，阿弥陀佛，我这武当空的从小吃到大了，才是四面非张眼人，是我负责武当要老的啊。红中爷娘相信亲生儿子道着，七岁送进三门，哭得双脚湿透啊！你是我爹的菩萨，好了让师傅空的。为一句心我不能意想不得，科技人家请我红中的不知啥个米的，想不到中间请我个米的这些红师傅之命在地大三门口来公于战神不扬说，不是真相给他读书人啊来了份呢，不用抢的是他的他是他是他他没那么想过，小不大夫是是不是明白的三位请公寓呢，没办法说你的委屈请你们一组吧，好歹你要天好困着啊，对吧，不能好说这说个门门的都让有问的阿生太极没开的这去呀别不像呀，哎呀红娘啊嗯啊哈不是不要我帮忙，假使想让他帮忙呢？我每日山沟发冲红山，上天哪用呢？你至于我不及而可生分分能够他不被吃可是一个身旁的呗，要那是吃地无量的可是他苦生的日谋那苦正在有大有支持是的人们很想哎呦你怎么难道不是汉你的吗，要不等我去跟拉出门的西江之配愿一心恩大大不动静在在你胡老虎你去看当当就是不停喊出二点一冲啊，你胡老虎唱成一千两分多啊，哎呀你这个呀还是懂的啊，昨天又向你跟你商量了一阵意这么你是这番的改改的先管你怎样努力不能好杀这个啊，说你们能使用咖啡小让我们可能使用你他们分担这么难商量自己要题呢。
就麻烦了。我哪可以忙碌的呢？商量是等于商量的，哪有商量呢？我说一家里皮子衣裳收了上了，这辰光啊，明月光光忙个发疯啊，明月当个非常非常白发个，干个商量呀？那么我今朝忙碌的嘛，你时间弄得么很笼统是了？那么江生哪会得是干个呢？这个就是身相几个女之郎有一句叫风魔了无恙飞。何为风魔呢？风魔就是现在告示起来呢，吃的分量轻点，比发痴稍微好一点。啊，红姐，相公，说起雕身，风衣穿是彩家花园。对对对对，女眷公家，小姐呀。殷殷相济，进国门之时，对说相声，领去翠宝那一只一只啊！哈哈哈！那个声音为了哭为了笑笑，哭出我那笑嘻嘻。相公啊，你可记得殷殷相济？所以不能够打电话告诉我，今天你来么大一份毒来，还是说从你身上这种男人来不安大的那种？哇，这反而不好。我这个办法是好啊，我来想个办法呢。领玉办法哦，领玉办法是不来办法办法，这真不办法，想不到没法法，没有办法。啊，红姐，嗯呐，今日叫声大慈悲门。红霞难
的苦。是这样啊，先生啊，你有什么想法安定了呢？是啊，并不是我喜欢，也不是我乖。为天下的女子，托是她的女人，夫生的死，死想不到就把工人女杀走了，那天师家女人给他搭上汽车，打到个人就让我们问的案例的人，放心，不怕，不能到手里逮到方位。那么转天在俺说起来，天师家五百这个是称得到真正的男人，爱过多年，啊，爱过多真正的男人，对，不到为何，就是分三种。那么呢，但是是个少年生得到真正的美人，所以啊，啊，啊，红霞，嗯，相公，红霞，啊。
可分恨是啊，公家当然把事控制功臣来来理下不好啊。新人呀，你不做个那主编的，你苏醒的，你当商量罢了。哎呀，红山呐，你是红山呀，你出高牛，你是我们府邸呀。对不？想起他翻兵为本，腐败为本啊。那听红山翻兵翻你，我那方兵是刚告诉告。啊，那家伙子从当年忙的嘴上方，不能跟要，当年是新人呀，你不做。啊，红山呐，不，开叫声。水吊身一百呀！哎呦，你看看，起来！哎呀，啥干子不来日本？你什么这个赌上不好上去了？要升工，升高了嘛？的想不到各种人，大多数伢子有门，真是一级日高，所以被人不耻于地，刚刚实实来得个运气。但是说你来了，神清气爽，真正的一来神就一样地方困。为什么行为这件事这样讲，甚至正在有点第二给王子他们帮忙，那么凭良心事谢家啊，各位都是您家是能给神功一代夫妻来甚至狼人嘛，这确实是好事情，你好事啥就发作有这个损失奉行呢，真是吃嘎子母的哎呀，真是谁谁我何时哦你怎么还神少，对想不到当年伴侣了，伴侣不行，人家外人当中人家出力帮忙了，所以这么说就说伴侣呢，想不到你们知道吗？一直都不想，不过是干，我当年告明白，告成就要你告，不能给我设计了房子，就是你师父要你生的，我只能给了逼他。帮忙帮了恩的恩重帮哎，你帮我补发恩重哎呀不行那没没啊，不过你交房子不能给是我自己你也是要交、哦、下次再看就是你师父要交你不交、哦、为啥呢，你这次是自己我自己就是要交交房子这些老让你去听的懂的、嗯、你师父你记得七十岁这样你父母也懂的因为你不冒这样你要想带带带你没记得啊不冒这样没我认为啊我带你下去冲的扎死你师父当年绑定是啊先把你当心了是吗放下去你能放得下为什么说好因为你师父七十岁你激动死了你有个毛病是吗龙吧你搞得清楚你听不出来哦你放得下哦别忘记七十岁是哪一个龙吧那么呢千里地之外也做王父母上好红龙体干地是吗这个小老杨正带着香水到了告诉十多十年张三公应征来的三名可以的我哎问是天子出现没我告诉你老师啊这个读十年虽然你之前请你并没分呀你有个哪边的你现在你告诉他请你帮他下去你是个龙吧小老杀去那个龙吧没风去了你呼吸的那龙不行老道是让一阵正灯照上立起来忙正三门去来阿弥陀佛三阿弥陀佛风一时送到张生耳朵里一听啊这喉咙好听啊我们可气苦睡至乳上冲涌一梦三十七十岁啊
一眼眼看过去，玻璃清爽，透色，透色的爽，明白。老大担心我，可慌，看看都是你娘家呀的，真是风雨潇水，你小一斤，等呀，透色，是个龙板。到底白家官要弄下的门子和八个弟子们，啊，相国，我完了完了，哦，这个是高龙板，当不人家听不清的，所以完了完了。我说的清你听不出我怎么给下了啊，大师说起这样你的把真弄死到龙板上碰过听不出声音特别像老身非得有人违反师退，那就是道理后了，大师不见这个吃不下亏，你不要去弄的。哦呦你啊，他想不比亲吗？他是鸡蛋，相公好精神，好精神啊！我说是的，不要拿你气他的了。相公，我不吃羊羔，他是会不吃羊羔是的。我搞得清，你听不清呀？我搞得清，你还听不清呀？为什么？为什么？那是聋子。哪有东西的发出声的发出但是我低声的吗、为什么这样讲那么的那么的破四十八字五十分那么的上来的独明道不要拿命来气他啊相公这天我让我们准备应付的我要吃死分穿了来敷衍的大师啊，敌人有眼，威望实在。就是他们还可以拍的拍的。那大师可叹，小妹的天哪！哎，这他心情怎么来了？当开了，到你家什么道理？啊，相公，请杀。不，不敢，大师上礼吧，上礼，上礼吧。道生分，是礼。相公，听着，听着，听着，是听着，听着，听着。哎，你疯都是你手下暗人呵，不要着急，送个不说，把兄弟老爷的。啊，相公，大师，老身上礼请教相公真情。我们晓得你姓张了，靠他少张氏。我们这那也拍的是不是你的了？你们贵姓啊？大河啊？富那么如大？那个老吴啊，你们去搞人生的空门的事体，我是做搞你，我是有事体的，而且有真正事体，把你打死那婚姻。我为什么想过他的空腹呢？好来来来。三个人一句一句问哦，我一句一句回答。我说我女要能的，通通一把子回答他。那么到一辈子都当年戴军将，开口叫王子。那是相公，说问修身的姓名啊？修身姓家，带你个公子，双子君子，洛阳神师，玉如大师，今天举目大师高僧，龙大师将军，这是三圣军人。记得我不懂门对上真心你啪啪啪啪啪啪别别别呼吸高龙泉我把呼吸高山但是本人家有病态特别是不是你细意的他等你让你是想不到你都高嘿阿哥才真家绑到这个得水子你呼吸高我告诉是你要懂西的还要懂高两三啊相公但是同时老生吃了不少你的家里了我觉得都是他吧我一般在伟大对吧朱棣光年留了门去给我的先家来给你下楼去咱们都可以去叫房子这地方几封得吃那些都不去气候你是高那气候你是高会不上去那我给我分配可是关门你要东西坑叫房子啊不叫这能够空腹一
六神不知知啊，老神不知，相公不知，老神一时相公不义，一句相公分析。什么老神啊？真就听见，真就听见。相公。医院去告诉我的那谁的吧，中国一个人跟着那身浪子的神他风雨都不爱心好高呀，西边不是啊，小小不许啊，不行，大家控制你，怎么呢？铁克小王子，哎呀，是土道，那你是红道，我是大师爷，你是死鱼，我是鱼肉，危险和寂静，你就是那铁克小王子啊，你马上推回头的，我叫叫你到水房里去，我呢？我一两年还是来啊，大师相公想相生身在客中不空相依呀，我要举和金之两作为杀金为犯大师相啊，要不刚才可怜你去特别说我年之前那个身上
我是不是偷袭你才是爱你的分人，要是吃白肉现在吃顿早晚不是美。小公如何不说的，哎呀但是非你之手那就挂起了。用不着你大师哪里了吧，是你的哎呀，你们没发现你是不能那我问你字我可以吃可以嫁房子，嫁的房子可以踏实或是那个娘子，那不能问你字嘛第一位的大夫同那么大我发现这时候都失灵了，老子眼睛口罩子发发发的心我露出来是给定相信两公的好事吧。好，听得老寡妇动摇，你也不认识哪口哪口哪神迹的大夫说相公这是什么意思吧、哎呀什么意思，哎呀可以说你们不说个意思我以为你可以告我要买那家房子为什么我给你解决啊，这看就是你坑家不坑家根本当中翻译你不买房的带着这个小屋要发出户口，一年就发出了，你帮帮忙呢，我是去推送这样，你三楼去报全部的呀，你是不必当骗逼的呀，帮帮忙呢，这小屋到哪原来不必的口，你现在怎么样推送出来，那发面孔的都是发面孔，眼睛哭了不得，那是发的，哎呀帮忙，不帮，神经那份的已经出，我一帮忙你不出。我们一来性子俺们很好照顾他的小毛病一边我不得他生于创我居不受我年为不服他你慢慢去不会上次你可得到武装缺告先弄进去告发出但自己想复回没复回我不要回他报告复回上次他那个人就说你要复回所以叫十多岁但是就是你说话你不懂啊不懂那你非来乱闹他就带走回来你告诉我分门那门去吧你分一个王是让发出发出当面的吧是当面的吧他不是王你懂的吗当面的吧懂的懂当面的吧懂的懂当面的吧懂的是你聪明但是你要我不懂你就说这懂什么意思那是卖掉面的吧卖给你但是到时间可能不是用的我不会你要不会而且啪一定是不在放在我身上这么小不知道你可以多为力你叫你辛苦的你都回来这样拒绝我了对吧放在是需要封地是谁啦就是老不当家发怂没法子真聪明后面的吧是后面的吧在国内门啊我立刻说我不懂是啊立刻说我懂了我不懂不过你说我当初的意思我不懂你大家懂了呢你打你要命的吧什么从你师父说了老什么你摆子里过去云顶如果你就别得就算多事情啊谁不谁喝拼不谁喝有哪边全部好的那边的受于哪边这帮大事你把张赛老人陪的都比你们就说我打死你一眼光然后治你怕他打得出来那么听个张赛也治你就不治你受你就你在那里思考了那么你们就说我打本人高心向上下是你怕他打得出来那么听在那是我们喉咙痛所以那个受你我懂感受我当初意思你我不懂是你还懂那还懂吗你都要我当真我总之那个都是大战于马林的那子型的石头等等石头的啊两个但是是我一心女点的吗你怎么两个一点吗不放不放不放不过正要的是我们要真真实实心里了吧哪里了吧好的这个老不让原来几乎生的呢靠你们谁我看他今天死体痛了我来看你要慢慢欣赏相公但是我是相公生死心吐狼生不生啊是的是的你来的还是这样什么不生名字说法说法可是刚一样慢慢欣赏什么是啊什么是啊那也开口叫王子如何那请你看开口上你外面不上不要呢不要的是小放故事给家家是得轻松听这个老子哈哈哈哈哈哈这样的声音外分嘿那么我出去那你嫁给王子
我的爷外头爷奶外头，那人搭人的关系啊，人的个人啊，那是说问有甚何苦相向啊？是的，听你两声两目听，不不不不，你张了嘴。哎呀，大师人。好的时候，好的时候啊，做一点红人飞不得，哪怕是分飞那屁事，反正这样好的地方啊，既可以问真事，又可以读文章，他找的足一分享。高兴欢喜的，一口一口是一下你真，而且呼呼，待得你矫情之余，让人来拜访你。上等菜，怎么听不到吗？一定要的。哎呀，我一定想讲，一定要的，哎，一定想讲，一定想讲。你不是烧啥火吗？在什么时候在呀？在什么时候在呀？啊，大师，你看。吃鸡中林鹏举子最是自己好是这里呀这个天天能遇压的哈的哈哈哈哈这个都是你是刘伟不行我的大娘你要嫁一个大的房子这么不高跟你俩是我七十三个老文明的人对秋子能不然啊那不好亲亲本应该谁呼吸不过那个从都是你是没打发配
你得来看看五杀，你家是十五级啦，非要弄得个十个十个一百年，包括你哈得打出去，为啥子太闲着？两个，但是出家人是无为，你登不过哎，不再是个天顶福地，就怕太闲了。老子一直不是闲呐，随便哪个人叫，为啥？你是与身高失指标能够加比试，我们在外面很多破费要，但是你只要不能不能搞要东西，根本上上方亲戚外面老人想不着我做，哎呀，我那老大关门想不着做，那么那么好你，我没办法，我是得神经是呢，我是怕得多苦是呢。但是第二步让他从后头进入了，不动了呢，我发脸是这个，偷得这男子冰浪爽的你都用良心啊，你再弄去泡熊不都要帮帮忙呢。我呢至少还会不仅有三亿两亿的是房子交换的，而是工具通的通哪里通呢，等哪里第二步让一个地步不如个地步，我说我早点打出来，我是非真够不知难。我早打出来，老不当早不难，你是几天去呀？不要那时候上得腿不顺利，哪能我打出来能近一点？阿弥陀佛，师傅，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一说阿弥陀佛，现在师傅你都睡过来。哦，这个小子阿弥，你是师傅，你是哪个儿子？你都睡过来。老不当来，这个青年说，你都压进睡过去。成等好晚啊，小不当打出来帮忙的。而且你动了一动听不出呀，我们这回就想不到你江东子女弄花球的女兵的飞机是手臂的你的翘翅，然后拿不到你都不比滴滴刚刚听不出，我们扣拿不到他米饭，这回就拿不到民工一百那是两个助手，我们叫民工拿不到他米饭，我们闭着那像往外体出逃一样，那逼着的在于你见不到两句，说我是要是像一点，我没怎么比那个，我没怎么师傅答应啊，我没怎么比那个，我没怎么师傅答应。哈哈哈哈，是比那个啊，相公，但是风来美，请吃驴相子，少他公哎。哎呀，张生对着见不到，发出口口，你就不当发神功夫，听不眼睛。我是得商量老不到夫妻啊，你这个两句我比你个我怎么答应啊，我怎么师傅别再答应我个我就空了，确认一下子我不想等你夫妻是上海话，那么现在我让他从当地是上海话问你，不要讲海话问你啊，我让你讲啪不特不说你的老虎来泡你家，你那个老不到发笨非把个现在无当当中定呼吸给他发冲，呼吸在哪里？呼吸在了一百一十八里，吃高人的一百等于吃高人的高大，但是我那个不足之处呢，还对出来。精彩功夫呢，你扣你应付了；失望功夫呢，我要不扣。你的事情呢，本乎为天决定。那么这个发冲啊，很假。阿弥陀师傅，你干我。老不到呼吸的呼吸的小不到也叫做等出事以来等出时间来干那种肥破肥哈已经在那里是的看我跑了180斤请一个真正与我问个老师来干那种事，阿弥陀佛请要老师嘿这是个别我一时非你的经济这个干事非常分清楚，我们老不到屁你分屁那么那位的分清楚哈，你两个都是你乌让门干些乌让发冲的事，那乌让一颗哈，那你分是真我们也跟我那乌让哭的中间这个都是你越真的时候敢若是尽力去听这个都是你不敢，为啥呢？真正与我们个都是你你可敢他不的电路我的功夫将来发冲发干事情来没有一我三地上女名字看个五个老虎波猫要么将来跟你的四号，所以三年过后呢各事非常分清楚，那么到现在我上啪夸你娘子，你那么师傅啊你答应你这个都是你要么你叫
你今天倒是你老公为这个高于红衣中的，你那么你交房子，你变都不是你房兵，叫你干事，你说你的委内人，我变他妈干事，要亲自衣裳，要干活一百八十斤的，比你个红衣中的大人的比你个烂人，比你个比你个身体比你个，三个人老不干饭，三个人老不干是干事，那比你好两年半个了。啊，相公，但是请出人孝子，出人孝子的大事，一真如此，一真如此。哪里嘛，这银子弄不到，天生的嘛。嗯，小武当打过来，当上兵的嘛，我当然是我来。马三喜，好，上将，当我见到你的气劲哦，哦，气劲啊，当好，武当，你是武当，你我当一下，啪，你气别来，让牛部郎啪笑，然后笑法，张生说得很清爽，锁金一两，可是锁金。你在另外想，这是房地顶尖一两，所地给房地，为当好的，拿来老武当对一的，再问一下，在老武当一个脾气，啥个脾气呢？二门通脾气。你在大理叫房子不呢？哎，今天不是一个年龄就去，要委员的，就是那委员的嘛呢？那委员的嘛，我全部抬起来，我们这个师傅啊，你别老那房地顶尖的水子，那个帮忙。你得连那个老武当带眼睛带进这个武当云口，也不懂得参照。嘿，不参照不叫发冲。老武当一个女的一句，哎呦，房子在里哪不能叫？为啥挨打是牛羊？吃三十五个羊，各种孤家子弟十打十九的，今朝五十六门家鸡鱼肉肉鸡肉，你在哪来的呢？还等三八个徒弟功课没发足，一年大家得了尿骨牛不比多多走心里去。而且我想到五下路上的松子啦，火锅盖开开那个米的，这汗人十来个门的发起一个喷气，半单是一方的。你们哪牛怎么来怎么来怎么来？啊，相公，但是我们是有几种啊，是一肯上嘴，只怕你吃不惯。你的确是无愧的，你做确实哦，是不是？但是小武当可帮帮忙，小武当当你忙了，哎呀，那个多死人啊！一年分成我就做一大堆，你答应呢？你为的我吃不亏，但是给师傅你要买对房子肯交不交？你经过答应我，不是这样子的师傅你交不呢？根本你不会，不会不能叫武装不我师傅你分你装该做呢，我又不会进去去发给。不过你还要是两下子顶胖羊哦。嫂子，啊，就是在西吃斋，在西吃斋，行家行家，实质上来当是吃中大，吃中大，我们是吃中大，干嘛没好？记住，当你这样生旺了，你这样一个好作本，你要读书娘的心底，这样来读经十年的个，读个人心好的底，相公是要出师吗？嗯，谁听相公老生？懂他是好，见不到在这多少人看看呢？可不是，你个师傅脾气就是个嘞，见不上去，碰死人家，见不到你牛肉，等你等你更忙的，多少人看在？你在这个小胡子里头，高我不能提出这个老公，可是啊，大师啊，神经美女祝孝顺正给。好大事！这个姐，是不是成天是干了？哎，假使你答应我，先想法来。为什么当初七十岁你不读你都岁？我两家的男孩都忘的，我吃他压在你肩头，怎么碰得着？那么等到我快门里洗下开来，自家自家读书，读到五半夜，我一会打出来，那么我咕咕要你进，那么你困不着，是那说啥呢？上半夜你听个空腹子，下半夜我听个室内门，你叫他对啥不拿的？三日天下来，不是你困着就是我玩下来，是吃不消停。啊，相公还是这就是上面我另一间房呐。啊，老身上一听叫相公，这你积数来了啊？本就是今日积数呀。是啊。哎。我就在靠近你线了线了，那个他把自己都在就说打量打量，说个冷的。哎呦，别他妈，我一个小胖点子嘞，都。
是牛老师。文少卿，现在是创业，你说你根本年纪个呀？我从前是白领，过去年底我这个读书人终于老实，那么我到底是想我的？那是想我呢？我是李家人，城乡不交，因为阴晴在家，那个见不夫人呢，托你师傅来我当中每年有口中一碗羹药，能挣高低一点也不是问，这样人品怎样？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参加的各位公要一定要懂阴晴三条四塞，三塞不配，五塞不高。那么阴晴是十全塞，我现在得你高枪，你三塞，我第一点的启蒙药，这个是说你是个笑话，不光我说你是个笑话，今天是个会得礼貌词。那么这个都是你很大的吗？大的啊！那你另外是搞文章和公要你吃。也都是地大雨明里面的中间，我相公大了大了，哎呀大了啊，都大家一个什么个了，我大了嘛，毕竟精神呀，你说你上次当今家万分轻松，然后让门里记载嘛，可是地大一个云大了，你哪里要考我你大了，说明就是你精神呀，是啊，哎呀、嗯、大事啊，记者不问罪谁，我不怎么意识天干命。啥呀妹妹，我是大家看不呢，天将天将大了嘛，毕竟几岁呀、啊、什么又生几岁吗、啊、大事天看可啊，看什么又生几女、啊、no 二十三岁了母、啊、你在这么难死个这里呢，要么是俺要么是俺，哦，四个弟弟们就是老跑去四三，等第二条四三嘛，我叫个中央年纪，然后让我妈分这么多年，可是打你不，打你不，打两打两，我有副总是要大侠干去，哎，我这七十岁老是你三岁倒着的，东西我把我都给生了，哦，打你，都是你干，我一定说清楚不，那么然后到现在说清楚嘛，是当然生意是干的简单呀。相公，大师，二十三岁，开不成。可是大了不？对不知你空人无分大。哎，我也是俺们吃不掉的，背着斗地扣扣下个冷道。哎，我没怎么理过，我有毛病哦。那哪里？可是正常是好好的，问他是年纪哦，当前都是在公家年纪，那么你我俩门口都无分，这是都被一定历史已经知道中等知识，那中年人是吧？就是靠广东党委的发资源，那么我倒是我分配清了。你再再分配清啊，要不你扣不起，都是个人广风建筑的再分。那么我倒是已经被一同必须帮你，我是我是讲来，我讲不来听，我想着带你的，我分配清你。大事小哥，说了就是你婚姻呐、大事小哥，说要洞房花烛夜，必须是想哦，你的高女，你去争取，等你做主长女，再来做美女。老夫长女怎么会这么的呀？我还要冲动的自个拉你出来。啊！大师，两步，水两步吧。
是不过我真是字商量的也是为空商量啊，算你把你商量还有一盘，老张是来吃不定价钱大。